大家好，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征旺桃花。其实你要征旺桃花，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打开窗户。你去想想 7-Eleven 这些超商，他们是不是四周都是玻璃窗，然后让人可以远远的看到里面的商品？这种情况就是一种旺桃花的现象。你很少看到超商呢四周都是水泥墙，看不进去。请问你会想进去吗？当然不会啊，因为里面的东西是什么你也不知道。所以这个就是旺桃花的一个方式，把窗户打开，让外面的可以看得进来。这样子你是不是啊比较不害怕人家看你，你的行为举止就会比较大方。假设你家是那一种玻璃窗是没办法开的，那就是把窗帘打开，这样就行了。外面的人是不是真的可以看到里面？除非是有心要偷看啊，否则绝大多数是看不到。但是呢，因为这一些桃花很弱的人，他其实呢是很害怕人家看他的，所以呢他对人他没办法很大方，所以开窗可以增加这一个人的开放度，进而比较能够去面对人，增旺他自己的桃花。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有空帮老师点个赞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